可以去包位教学。好不好？B 厅，这里整个都叫 B 厅，记得剪在 YouTube 里哦。整个都是 B 厅。然后这里是阳光房，因为这边有阳光，阳光房。OK，这里有个太阳啊，阳光房。然后 B 连接，好吧，B 连接。然后匪中，这个整个中，这个仓库整个就叫匪中啊，好吧，然后就中路，好不好？管下。好不好？管下，然后这边就是管房，OK。然后这里叫饮水机啊，因为那个地图会滴水啊，这里叫饮水机，OK。管房饮水机，然后这里就是山，这里就是山上，好不好？山下，OK。然后这里就是沙包，沙包。然后这里就警钟，警钟，然后这里就是 A 小或白箱，对，这个白色箱子，白箱，这里就可以叫天空步道或者是 A 二楼，随便叫天空步道或 A 二楼，然后叉车，叉车，叉车，对，A 厅，好不好？A 厅。然后这里要叫什么？巨人位，OK。如果叠到这上面来，就叫巨人位。哇，蓝门，这里面都可以叫蓝门啦，反正就是蓝门。哇，NBK 应该是 NBK 吧？有人叫 NBK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里就是死点，死点，A 包点，好不好？那个 A 厅包装这里，好不好？正常包随便装，安全包。随便装啊，A 厅包装这里啊，OK，然后这里就是电箱，电箱，然后白车，白车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油桶啊，油桶，好吧，白车，然后从这边就是一层，这里可以叫数位啊，这有一棵树嘛，这里可以叫数位，不知道怎么报，叫一层或数位，这里都是一层啊。然后这里就是二楼，二楼，蓝布，好吧，蓝布，蓝布，然后这里是爆头位，爆头位，然后这里是安全，这里是包点啊，正常包啊，或安全包，或叫包点，好不好？那这里是 B 厅包，这里就是 RC 或三箱，好不好？这里叫一箱还二箱啊？忘记了。二箱吧，那这个应该是一箱吧，还是这里是一箱，忘记了。然后这里就是垃圾堆，好不好？垃圾堆，这里应该叫一箱啦，一箱啦，然后三箱，这里是一箱三箱，垃圾堆，这里很多垃圾啊。你好，结束，报位结束，没了，catch 就这么简单。啊，这个就是说管啦、啊，对不对？管下跟管房啊，包围结束，catch 就这么简单，差不多这样吧。OK，nuke 就更简单了，nuke 真的是没什么好报的。nuke 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过啊，一定是摸摸力没捡到。我这不就来了吗？记得我讲过，快到大屋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讲起吧。这也就是三楼下，好不好？三楼下，OK。这也就是三楼，好不好？三楼，你们可以叫这边，看你们这叫这边什么啊？看你要叫冷气，叫二楼也行啊，反正都是自己发明啊，不然就叫这边冷气机后啊，冷气啊，还是要叫中央空调。你们都是暖男啊，所以是中央空调。那就叫中央空调好了，你们都是暖男，哈哈，好不好？三楼，然后这边就是三楼啊，然后 Monster 啊，好不好？有喝过那个饮料吧？Monster，OK，然后就是
左梁啊，然后左管右管，好不好？左管右管 ，OK。左管右管，左管右管，然后铁门白屋，白屋上，对不对？白屋的上面叫白屋上啊，这间就叫白屋，然后这边就叫 R 点 R 点，然后这边叫铁门内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叫这边 L 啦，就简称这边 L 啦。还有再西一点，可以叫贩卖机吧，因为就看到什么就爆什么嘛，贩卖机。啊，这一条就叫 L， 好吧 ？L 的话，然后这边看你们要怎么爆啊？看要叫看你们要叫一箱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叫什么十点哦？因为这边可以叠上来啊。所以这边或者是叫，干位也可以啊，很干的位置，干位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叫铁板，好不好？这里是铁的啊，叫铁板，好不好？铁板，这一整片叫铁板，这边才叫做干位啦，这边叫干位啦。这边的话，看你们要叫什么啊？这边可以叫自己发明吧。这边看你们自己想要怎么报。不然就叫魔术方块好了，那么多箱子，这边就叫魔术方块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箱子，这边叫魔术方块啊，这边就是三楼下，这一整片就叫三楼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可以叫这边三楼下窗户啊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个窗。好，那我们往下面走，这里都是铁板了，铁板的话，这边你可以叫这边小鬼位吗？以前这边叫小鬼位吗？我也忘了。小鬼位有鬼啊！小鬼位，那你可以在这边包点箱后，对不对？箱子后面包点箱后啊，这个是包点了，这整个都是包点了，包点到这个红色线了，这里这整个都包点。这里的话要叫内道啊，内道，内道，好不好？内道，然后管，然后这边就是外道。因为这边是外场下来的地方，叫外道。这边可以叫控制室或 VIP 啊，因为这边有控制的东西，控制室或 VIP 啊。这边就是外道啊，另外一边就是内道。OK， 这里就是外道口或外道楼梯都可以，外道口或外道楼梯。对，啊，这里就大屋，很大的屋子叫大屋吧。然后这里就是玄关。好不好？这一个小小空间叫玄关，然后这里就外场红柜，好不好？外场红柜，这个啊，外场红柜，然后这边就是山上玄关上，这样，玄关上面就是玄关上 ，OK， 差不多了，就差不多这样吧，应该没讲到的，就差不多这样，这么多直观还记不住。对啊，这边我们就帮他取个名字好了，魔术方块 ，OK 吧？这么多箱子，这里就叫魔术方块。以前的魔术方块在这里啊，隔这边剩一个箱子啊，这里可以报警家，只要有人站在这边狙的话，就警家一个。这里好不好？魔术方块，因为这里或这里有时候会站人啊，他可能就这样贴着魔术方块 ，OK。应该没有记不住了吧？有哪里没交到吗？应该都有交到吧？这个歹徒家的二楼就不多讲了，这个比较少会用到啊。有空的话就说他们家二楼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讲的是反恐的话，水星怎么用这么小的？怎么用这么小的？有教学啊 ，YT 也有教学，去看一下，没问题吧 ？OK， 都有交到了吧？大屋、外道口、红柜，对不对？三楼下，对不对？暖男位好了，这就叫暖男位，因为这里是中央空调，暖男位一个，有暖男，嘿，暖男位，中央空调。好了，我们换 Vertigo， Vertigo 又改了，改了又不好报位，我反正我就大概讲一下怎么。哪里是哪里啊？细节其实这张图也很少人在打，细节也不知道怎么报。
就报大概知道哪一个点就好了。Go， 我们就从 A 开始好了，这里就是 A 大嘛，对不对 ？A 大，这里应该可以简称它为侧道了吧 ？A 大侧道，对，这个侧道，那你可以叫这个音架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叫它黄布，有那黄色的。音架啊，这边就叫侧道哈，这是新的、啊，这改版过后，这边叫侧道哈。对，包点，哎、欸，包点，对，沙包，对，五一，哇，直觉爆位，五一一个，五一，五一，这边的话，你可以报，要报连结吗？这边其实我不知道，然后这里是中路，好吧，这一条就中路。从匪家的话，就楼梯走上来，这里是中路，好不好？这条叫中路，中路连接锦家，好不好？因为这边的门不见了、啊，这边就是 B 点，好不好？这边可以叫外围啊，或天空步道啊，外围这个铁网的地方叫外围或天空步道 ，OK。这个其实我也不太会报，大概就这样啦，就是 B 包点，然后外围，对不对？然后锦家中路，对不对？这里可以叫，这里姑且就叫连结好了。然后这里就 A 包点沙包，对 A 大，这边看到叫音架还是要叫什么？然后这边应该是可以称它为侧道，没问题的，侧道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手 B， 反正 B 你只要看到是 B 点啊，然后 B 点长长的，你就可以叫它 banana， 对不对？看到这边有人就说 banana rush， 这样我就知道了。我们很直觉的啊，只要是 B 点长长的，我们就姑且都叫做 banana，OK 吧 ？banana，OK， 就差不多这样啊。这张图其实我也不太会报。我只知道大概的点嘛，就中路 B 点外围，然后锦家，对不对？五一侧道 A 大，对不对？沙包就这样，大概报一下就知道就好了。好了，结束三张图，应该都有交到了吧？每张图都有了吧？好了，结束，刚好差不多11点了、啊，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吗？